放开我，小杰，他谁？这废物不会就是你男朋友吧？他也配？早就不是了。放开我！哼，好。哎，小杰、哎，算了，你又打不过他，真爷们儿，不争一时长。都瞧不起我，都瞧不起我，小杰，你得让他振作起来。其实，虽然他比你高，比你壮，但是想打败他也并不是没有可能。想以小博大，就要突破自己的极限，找到使用身体的方法，感受潜能的爆发。放弃吧，多累呀、啊！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力量、速度、忍耐力，变高、变快、变强大。少油、少盐、少碳水，补热量、补钙、补蛋白。科学的饮食也是变强的关键。来，过段时间咱们再看效果。放下过去，放下恐惧。记住，你只需要战胜过去的自己。如果连站起来的勇气都没有，那你……从哪里跌倒，就从哪里爬起来。我一定要变强！想变强，不仅是身体的强壮，更重要的还是内心的强大。增强体能训练技巧，不是为了去一较高下，而是为了在体验过程中，让你渐渐找回自信。无论遇到什么困难，只要拥有了自信，才能身体扛得住，心里放得下。你确定我现在行了？放心吧。算了，他不值得。你总算放下了，恭喜你战胜了过去的自己。因为我找到了真正值得的人。糟了，万万没想到会是这样。